他是出去爱子外面，基本上是完全悬空的状态，一定要有相当的训练和胆量才有办法出去。嗯，怕不怕？怕。故事得从小时候说起。2009年莫拉克风灾，强烈风雨使得断电户数持续增加。那年陈于杰才10岁，风大雨大，爸爸却得外出救灾，大家才有电可用。英雄身影从此深深烙印在小女孩心田。然后我就觉得哇，我爸好厉害哦，他是英雄，我就想要像他一样，可以为这个社会尽一份心力。上去之前安全带都要检查一下。60米电塔相当于20层楼高，它的个头不到160公分，还得负重装备10多公斤。我们这个工作算是比较粗重一点，就像大家平常在爬楼梯的时候，爬一阶跟爬两阶、爬三阶，一定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嘛。那我可能就是每次都是爬2到3阶的感受。即便如此，爬电塔是陈于杰找工作的第一志愿。他和哥哥、爸爸分居北中南，一家都以身为台电蜘蛛人为荣。他并不是首次就考上，被刷落榜，继续坚持。第一次我的握力不足，我的手太小了，我们握力是要30公斤才可以过。大家可以用第二个指节来握，但是我可能就要用第一个指节，就是慢慢训练到自己第一个指节也有办法触到这样子的力。于姐，这有安全器。啊，师傅，那时候考不上的压力来自于？来自于哥哥考上了，想要像哥哥一样厉害。爸爸说，哥哥就可以，你一定可以啊！如果你再没有考上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不然我原本可以长到180，我现在只有150，就是被他打断的。对的，我的辅助神经你啊。对啊，交替使用啊。好 ，OK。我们这个工作一直在讲，就是自护、互护、监护嘛。那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来，一阶你先出去，对，慢慢就好，慢慢就好。铁塔上有如云霄飞车的轨道，是蜘蛛人挂环绝不离身的通道，每一个步骤都不能省略，每一个提醒都是保命呼唤。你拉过去啊，一阶后速更缩到最短，就是要胆大心细，确认到没有危险的时候再来工作，这样子就能确保本身的安全。一阶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来，看板了。哦，水大概用这样就好了啦。哦，不要太大，因为我跟他讲水压太大。有时候觉得心里有一种过不去的坎的时候，其实隔天上班上去塔上，就会感觉人类变得很渺小，觉得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全台高压电塔将近20000座，为了稳定供电，绝大部分都得靠蜘蛛人登上铁塔悬空清洗爱子。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海岛型气候嘛，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雨量很少的，尤其是在我们中南部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个时间都没有下雨，所以我们就是会怕有烟雾害或者是岩层卡在那个爱子的上方啊，破坏它的绝缘。总是希望世界可以因为我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因为有你，世界的确变得不一样。为了要观测这些火花还有那个声音的话，我们就会安排做那个夜间观测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下我们的那个指灯呼唤。大家工作平安好。电力供应的幕后来自无数英雄的努力。带上高倍率摄影器材，整装出发前往滨海高压电塔，这是夜幕低垂才能进行的夜间观测。现场的温度是27.3度，然后我们的风速是每秒0.5公尺，好，那我们先从那个蓝线的一帆开始测，这是目视跟高倍的相机来去看了，看它有没有火花跟声音，就是来判断爱子的状况是否良好了。爱子用来支撑电线必须绝缘，虽然本身不导电，但是风吹日晒，环境污染，附着在它上面的岩尘就会变成导电体，使爱子应有的功能失效。从那个电线呢，就跨接到我们的高压铁塔上，
那这个当然就会造成呢，电无放电，这个铁塔就变成一个导电体，那这个危险性就蛮大的，甚至有些电呢就从那个铁塔里面就漏掉了，啊，就像我们有些水漏掉一模一样。晚上看才清楚，艾子出现火花，表示有泄漏电流，整排艾子都亮，显示病情特别严重，必须尽速清洗，否则恐怕跳电停电。那有可能会有火花啦，或者是说那天气很不良好的时候，它可能还会就是跟霓虹灯一样，这样会跳来跳去的。铁塔艾子上面你的脏污累积的速度，那主要是盐分为主了，所以我们称为盐雾害嘛哈。如果有带有雾的话，它就变比较潮湿，它就比较容易导电。每年十月到隔年三月，东北季风吹袭，这时有风却无雨，黏着脏污多，却没有下雨把它洗掉，就是艾子盐雾害的旺季。那这种情况之下呢，这个盐分又是稀释性很强，所以它导电性呢也会随之呢这个气候的变迁呢，或是湿度的增加呢而增强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小心的这个情形。为了减少电能损失，电力从发电厂来到住家，必须经过超高压供电系统、变电所，再降压来到住家，就像从高速公路下交流道、一般道路，再进入大街小巷。电学里面就是说，哪个地方的阻抗最低、最导电，它就走哪边嘛。每一个艾子都在这个地方都累积的比较厚的那个烟雾害的东西的话，那它一样是有风险的。即便其他地方是很干净，因为它就已经有一个导电路径了。这一路经过的所有高压电塔和全部电线杆，都必须靠艾子绝缘撑起电线，才能确保电力顺畅。气候暖化的现象也会发生一种情形啊，虽然雨量是增加了，但雨量天数减少了。那这种情况之下，越是干旱的日期越多，那在艾子上面累积的这个盐滴呢，就随之会很快速的增加。创下台湾气象纪录的小犬台风，去年十月以每秒风速95.2公尺，为西部沿海带来盐尘害。它的特色是强风少雨，对电线破坏等级堪称大魔王。盐分累积的量跟风速的三次方成正比。那我们知道台风它的风速是非常高的，它是快速累积。大量快速累积的盐尘造成艾子功能尽失，全台50万户停电。我在清扫过程中，我们常碰到就是，天气好好哦，结果下雨了，结果雾来了，结果视线不良的，风起风的种种，这是我们常常预定不到的事情。而且现在的塔形都做得非常高，你看了80米、90米、100米，一天爬个3座都软脚的，哇，要爬到几十。等不及人力爬电塔，急件需仰赖直升机出动，高空喷洒清洗。如果有偏移或是向内倾，靠近铁塔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能够立即的做出反应。现代人一天没电就受不了，小犬台风侵袭拖了4天才恢复，如何汲取教训补破网？最火红的 AI 智慧，渴望派上用场。大气环境，看看我们电压加成之下，看看说它的泄漏电流有哪些变化。所以在每一串都有装泄漏电流的量测设备，进到我们的主机做收集。那这些资料收集后，就回传到我们的资料库，那我们会可以及时的掌握这些资料。实验场位在彰滨工业区内，收集臭氧、二氧化氮、二氧化硫、PM2.5 等空污资讯，加上雨量、风速、风向等气象数据，用神经网络模型计算出艾子的泄漏电流，橘色线为估算值，实际电流为蓝色线，当两条线几乎贴合，显示推估结果准确。第一个可以远端操作，第二个我们其实也不用去花很大的成本来做例行性的维护。除了这座实验场，还有另外7座铁塔装设检测器，位在新北市的机房，时时刻刻都在运算中。你可能气象局跟你讲，下礼拜忽然间有个台风来了，然后遇到这种很罕见、很突发的意外，的确，我们目前在以这套方法来讲，它是没有办法去推估一些很偶然发生的意外的。但是我们对于日常维护，例如说绝大部分80%-90%以上的情况，我们其实是会有直接而且正面的帮助的。运用 AI 监测盐雾害，目前还处于研究阶段，终极目标是建构全台警示系统。认为说这个将来这样已经够准确，直接用这个
气象资讯跟环保空污的这些资讯就可以推估泄漏电流的话，未来推广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需要在每个铁塔上面装这个泄漏电的监测器。全台高压电塔将近20000座，电线杆320万只，逐一检视，缓不济急。透过 AI 智慧建构安全电网，早期发现，早期治疗。